中聯辦法律部前部長、內地法律學者王振文話：要解決好國家安全問題，香港嘅一國兩制先至有更大空間。在一个论坛上，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振文透过视像发言，他说要解决部分香港深层次问题，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，需要中央来解决。过去20多年没解决，那么解决好了，也就是说这不是说减损了香港的什么东西，减损了香港的自由，没有。那么这中央这个今年呢，这个出手啊，解决这个问题啊，那么这个国家安全它越牢固啊，香港一国两制的空间就越大，就是你的发展空间啊，这个会越来越大。我们也支持香港大胆的走向世界啊，就是这个前提是什么？前提就是国家安全这工作做好了。他又说解决国家安全不会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，反而为香港的商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。中央对港的方针政策是坚持不变的啊，就是一国两制这个和国家安全啊，它是不冲突的，是兼容的，是可以兼得的，要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啊，这个排除外面的干扰啊，我们专心致志，一心一意的啊谋发展，这个改善民生。他说中央支持香港加入内地的经济内循环，提升竞争优势，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。无线电视记者李玉坤报道。